哇！马龙正手位，反手相持，周琦因为他作为这个非主力，作为小将去拼老大哥，心态上他会很占优势。他在比赛的出手啊，尤其是现在一开局的出手，转进攻，哎，直接投长球。半出台抢拉，好球。还是控制半出台。没有去盲目的发力。哎呦，这是能。再欣赏一下。这球基本上没有拉手啊。反出台一个侧切，哎，使了一个龙侧切，这样11-5是拿下了第一局。漂亮。马龙的球迷啊，大家一直坚守到这个点，其实就是想要去把球抢攻。哎，这球防了个回头，再来。马龙守的话，很有可能又会被周琦豪反拉。正手短，快劈底线，反手相持。连续的给好球，哇，双方先是马龙进攻，哎，防守回来之后，周启豪进攻，马龙再防，再次进攻，三次的攻防转换。4-6。你看周启豪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啊，全台的。他正手短，马龙抢攻。超8-6。好球。连续的冲反手。周启豪反拉，再来，哇，精彩精彩！和马龙去对拉了两个回合。7-9的第一个发球已经奏效了，再发第二个。回白抢上手，逆旋转，马龙接发球，直接拧冲得分。哎，同样也是回，还是发你旋转，直接开长球啊，回摆啊，回摆造成了马龙的失误。那第三局，控制台内球。半出台防守，马龙一板爆冲，
啊，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，正手的使用率也会更高。马龙打得不错。反手相持，踢长，哎呦，这个也不是周启豪主要的这个发球套路。哎，发球失误，8-2。哦呦，好球！的话，估计马龙这边可能也是得要暂停了。反拉，好球！这球好球，正手短抢半出台，发正手短直接上手，哎呦，太漂亮，直接是借力发力的变直线啊！这个大角度，看看马龙怎么发，还是发正手短，哎，好球！周启豪呢是没有，就有很大翻盘的可能，所以这球还，这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正手充分的相信。看看裁判怎么判。啊，马龙得分，3-3。直接漂亮，正手短，哎，哎，好球！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近台快带一个斜线，漂亮啊！包括这种半出台，冲的落点啊，直接冲到马龙，堵了个枪眼儿。侧切，一个爆，停了，然后暂停，这样11-8，马龙。亲爱的球迷朋友们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单打半决赛的比赛，对阵手。快跑！直接开长球。漂亮，然后又质量还是很高。连续的防守转进攻，再往前扑，好球，防回头了，也非常的好啊，很多这种马龙高质量的上手，周启豪都能防回。
漂亮，我是反手。哇，漂亮漂亮，这分还靠的还是打连续扑正手之后再回反手啊，再侧身。周桥又是有点退台，马龙连续进攻，再来，漂亮。战当中啊，我们就会感觉马龙的出手是非常有数的，而且目的性很强。马龙连追三分，回摆之后，这一次的反应。给到中路，再压到中。逆旋转，摆短。逆旋转，摆短，马龙主动上手，哇，周启豪反手。再来看一下。啊，这球借力发力摁了一个，这样周启豪现在第五，直接开长球，好球！这球马龙是算住了啊，发这个球就是为了让周正手短，有点擦网，11-10，还是发正手短。哎呦，马龙这球其实也是算住了的球啊，发完之后侧身抢攻，还是发逆旋转，这球接的不好，再回摆，马龙抢进攻，哇塞，周启豪太啊，又让他打回来了，这么发，这球马龙发中路短的半出台，周启豪反拉，这样14-10。现在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，关键的第五局，现在大比分，周启豪3-2领先。还是控制台内球，快劈底线。反手相持当中，还是在不断的去改进和创新自己的技术。好球，9-3。哇，漂亮！再来中路相持，马龙再。10-3，正手短，这样成了3-3。接下来双方将要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，动起来啊，看看谁能够去抢住开局。还是控制台内球，周启豪想上手，马龙侧身转进攻，击。转进攻，再来，两个人进入到攻防转换，漂亮漂亮。马龙在这一分当中拉到正手位，我们看马龙这一板啊，主动往前移，
漂亮。这一阶段侧身也比较积极。漂亮。那周启豪上手的球很多都是这样一板过的球。2-6。哇塞，又是漂亮。这个现在发还是发纯的转不转，直接打发球的转不转，自己呢去抢上手。还是发正手短，马龙回摆，再摆有点摆不住了，脚下的步伐非常的快。中路短的侧切抢攻，哇，差点这个追到了8-8。最后一局两个人打的是真精彩，8-8。还是发转不转，回摆马龙抢上手，还是发转不转，直接反手抢攻，进入到相持，哇，周又开始啊，连得4分。哇，接发球直接一板拧冲，周启豪在决胜局最后是连得5分，逆转了比赛。